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华语集第一册啊，《变法法性论讲记》，我们讲到第337页啊。那这一段呢所说的呢就是什么呢？一切种，那么啊，有回到335页啊，有所谓的真如，对不对啊？因为不知真如，所以才起什么虚妄分别，名曰一切种啊！啊，也因为有这一切种呢，就会现出什么未现二取因呢、啊？啊，依此起意识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第337页的第二段，一切种是因，虚妄分别是果。虚妄分别呢又是因，能取所取是果啊，也就是说虚妄分别的前因是什么？一切种，是因为有一切种我们才会起了什么虚妄分别。那虚妄分别呢又是因啊，因为去会有能取跟所取，所以这个能取所取就变成是虚妄分别的果。好好，那画一个这样的图了哈。我们说种子起现行，现行就会有什么果相。这里回熏回来的种子要起现行，从回熏到起现行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必须要成熟，要等待成熟，是不是啊？所以呢就等于说这里的种子必须成熟之后，它是不是才会起现行？起现行就是我们看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这些外境，当然也包括我们里面的法境啊。所以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切种它是因啊哈，这个虚妄分别的最大的，当然这八识其实都有虚妄分别的能力，但是我们会偏重在哪里？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的虚妄分别它也不是无因无缘来的，它是不是也要有前面的因啊？它是从这里变现出啊，会有所谓的这个虚妄分别。这边是因缘，这里是不是结果啊？这里是果。为什么会有第六意识？是因为有六根呢啊，说这个六识啊，为什么会有六识？是因为有六根跟六境相接触，是不是才有六识啊？一根缘境嘛哈，依着根，所以这些根是不是也都从这里变现出来？会有这六根，然后跟什么六境相接触，是不是才起了六识啊？啊，才起六识。那当然前六识来讲的话，我们的虚妄分别是落在第六意识啊，所以呢这第六意识的虚妄分别是从什么？是从这一切种变现出来的，这样能理解吗？所以它是因，然后第六意识就变成果。好，那第六意识呢它本身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现出这些现象来，所以第六意识它又有能取的能力去取着，因为我们会怎样？会执着这些现象，
会相应这些现象哈。比方来到这里，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不是也开始也会很活跃啊？哦，那是不是也在取境啊？啊，我们本身会有能取的能力，那现在是不是也在索取当中？听声音，还可以看，还可以听，对不对？下课还可以吃，对吧？平常可以吹冷气啊，是不是前五识、前六识都在作用啊？但是关键是不是第六意识啊？关键是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它又有能取跟什么索取，所以它这个索取就等于是回熏下来了。所以呢，我们说一切种是因分啊，虚妄分别是什么果，然后虚妄分别又是因，然后能取跟索取又变成一种结果。哦，当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能取是因，然后这个是果了，但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二取一起讲，所以虚妄分别它就变成因，然后去摄取了这些果相。当然它有能的部分，它有能取跟什么索取，这样理解吗？哦，所以等于是一切种是因，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他就变成是一个结果，因为他从这里变现出来的。然后呢，虚妄分别它本身又是因，又去二取了，二取会变成结果。这二取啊，一个是能取跟什么索取，又回熏进来，这个部分比较快，这里比较快哦。我们来到三宝地起，哈，就是说起善因结善缘的机会是不是很大？就很快又怎样又回寻回去。好，那当然我们如果一直到什么声色犬马之处的，是不是就很容易起恶因恶缘啊？那又是一种恶性循环。到善处会是一种善性循环，到恶处就会变成什么恶性循环。这里快，这里很慢。我们回熏下去的种子，好，我们在这边听了半天，好，听了一整天，回去不是马上就起变化，啊，回去是不是依然还会生气呀？只不过生气的时候开始有点惭愧心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哦，那个生气的机会呢，是不是要慢慢变少？可能家里人也不会发现，但是久了之后啊，就发现说，哎，怎么妈妈好像好久没发脾气？这可能要一段时间啊，才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这下面要成熟比较慢，它是不是要能够成熟啊？哦，因缘要成熟是不容易的，就像种了种子，是不是要浇水、施肥、灌溉啊？啊，又要空气、水分啊，什么各种条件，是不是要能够合才开始生根发芽、长大茁壮到开花结果？那是不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开花结果的当下，哦，吃了觉得很好吃，哦，起了贪，那个种子就熏下去了，这样懂吗？看到的果之后，我们是不是又起了因了？这样懂吗？那个熏下去就快了，上面快下面慢，所以我们下面都会觉得没什么知觉，但是这里的感觉是会比较快，这样懂吗？那当然这个跟我们的什么宿世的因缘有关系啊。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哎，要现出这个果报是那么容易的事，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这些果报呢，因为是一个善处，是不是要有过去哈宿世的善根因缘才有这样的一个善处，所以要多去善处啊，对不对？啊，要多走道场，多走哈这种啊，比方多走三宝地，我们熏善的因缘的机会就大，快又多，对不对？又集中啊，一整天、三整天、十整天，那是不是大量的？其实是这种大量，那如果不懂呢，其实也是善的。听经闻法当中不懂，
纵然不懂，其实因为我们还是善念，有那种向上向善的心，那个都是熏习种子进来啊。当懂是那个力量更大，不懂的话呢，其实它还是会，所以那个名言种子啊，会有明显跟不明显哈。人的名言种子比较明显，猫狗有没有名言种子？也有哎，只是它不是那么明显。啊，我们的懂明显，我们的不懂就有点模糊。一样还是有名言种子进去，那这些名言种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料因，植料要有善的植料进去，它就会变成一种动力因。赖野缘起啊，在《摄大圣论》啊，是不是曾经这样讲过？我们有两种，一个叫做业种子，一个就叫做什么名言种子。名言种子里头有表意跟什么显境。这些表意显境呢，会有等流的习气，等流的熏习，这里呢会有意熟，啊，那这个等流其实也就是我执跟什么法执，这里叫做有知习气，有知啊，何谓有知？十二因缘法里头，轮回生死当中，是不是爱取有这一辈子的？对不对？我们承受着，我们这辈子怎么开始从世来投胎嘛？为什么世会来投胎？因为有宿世的无名跟行，对不对？然后储藏在世，然后投胎之后，是不是名色？六入触受到受，这个都属于过去的一个结果。这辈子呢又开始疑惑了，所以爱取是不是惑啊？然后有是业，对不对？惑业苦嘛，啊，所以这本身它是有知，也就是它会促使我们在这里面呢，这个轮回生死不已。那我们就说这个会结出我们的什么易熟的果报，哎，易熟果。这边是亲因缘哦，这边叫做助缘呢，这边可以消失的哦，这个会消失。十二因缘法有流转门跟什么还灭门，它是可以消失的，是可以处理的，可以跳脱出来的，它会消失。但是这里是什么？它要用什么转移啊？它要用转移的方式，它不会消失。它的转移就是要能够怎样转染成净。当然我们在转染成净之前必须要转迷起悟，转迷起悟比较粗糙，转染成净比较细腻。转迷起悟是不是第六意识的事情啊？啊，我们第六意识能转迷起悟，自然第七意识就跟着怎样转染成净哦。啊，那这边叫做植料因，这边叫什么动力因，这边很像机器，这边像有材料一样。我们现在在熏习这些，就是在熏习好材料。我们是不是要有好材料啊？这个植料因就是佛法，运处界十二因缘，什么四圣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三学八正道、六度万恨，这些都是属于植料因。我们要生产出好的
结果，好的业果是不是就要有好的啊、哦？要有善的质料因，但是这边是一个动力因，这是很重要的动力因，就是它归到善归到恶，它自动归类。哦，这个就像一个大自动的那个工厂一样，我们只管去采购很多的材料，把它丢进去之后，它就开始分类了。业种子这种一熟的熏习跟习气，它自动会分类。那我们属于这些佛法的，是不是都属于善的、啊？就会有善的一熟果。如果哇，讲的都是人我是非，东家长西家短的，都在现象上的，哇，那个充满了痛苦烦恼的，那是不是就归到恶去了？哎，所以我们一直讲转依，转依有没有？他这里是靠转依的方式，但是这里是靠什么还灭？流转跟什么还灭？所以它是可以消失，它是会消失的。不过它是助缘，我们的清音缘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说听经闻法多么重要啊！我们才有机会，才有能力去采购好材料进来啊。不然我们去哪里采购好材料？世间法是不是都是属于现象而已啊？只要是现象的哈，都不告赞呐、啊，不够就得，要属于这种啊，是佛法，是佛陀教我们的这种种的法，种种的因缘，那个才是一个好材料哎，这个叫做赖也缘起啊，这个就叫做赖也缘起，哦，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从赖也这样子出现的嘛，啊。也因为有这一切种，所以这里的一切种都已经包括了什么业种子跟名言种子啊，所以我们这个熏习进去很多善法，其实我们出来也容易善，要等流啊，它会是一种等流的现象啊，因为它会有表意，会有显境，它也会形成所谓的我执法执。当我们在迷糊当中，是不是就很多的执啊？而现在告诉我们要空啊，哎，我执法执是不是就要我空法空啊？啊，为什么有我执法执？就因为有二取，二取就是能取所取嘛，啊，能取所取啊，所以在那个唯识三十颂里面也有一句话啊，就讲到。那句话我读了好久以后才终于透过这个表哈、啊、才稍微明白。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聚啊，前一熟即啊即尽，后生余一熟。由诸业习气，这个叫做业习气，二取习气聚，其实是三种，是三个哦。一个是业习气，就是一熟的习气，还有呢，这个我执法执其实是我那个能取所取，我执能取的成分强，法执是要索取，二取习气聚，总共三种习气哦。一个叫做业习气，由诸业习气。然后呢，二取习气进聚了哈，二取习气聚三种啊，前一熟进了，这是前面的一熟，因为有一熟识才会有这些，才会有种子的，这是不是一熟识啊？前一熟即进了。后生于一熟，他就一熟再一熟嘛，一熟完毕了之后，是不是还会再一熟啊？他所靠的就是这三种习气，哦，二取习气跟我们的业习气，其实是三个习气。
三种习气。这在唯识三十颂里面有这句话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在处理这个二取啊，二取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二取就轮回生死了，因为会又熏进去了嘛。到了一熟识，后来也是，是不是又叫一熟识啊？三藏浩浩三藏里头一熟识啊，阿赖也是只能叫到这里耶，一熟识可以叫到这边呢。哦，如果叫做阿赖也是，其实只能说到这里而已哦。那这里就是专门在提供我们的生死轮回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库藏啊。哦，所以呢，这个一熟啊，只要是这么一旦又回熏进去的话，其实我们还会再来生死，除非我们要把第七意识能够扶住，要透过戒定慧三学去扶住它。好，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说听经闻法熏习是很重要，不要只有看说啊，我们又做不到，听那么多做什么？这是错的。这下抹杀掉多少的这个善因缘啊，对不对？哦，在熏熏熏的过程，其实你看我们熏了多少善的因缘进来。哦，更何况在这个过程，我们就说意识有没有意识相应处会有喜受啊，会有喜受的。哦，只要听得进去的话，真的那个喜受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的心里头不是忧受就是喜受嘛。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忧受的成分也不少，哎，是不是忧东忧西的，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的，哦，来到这边也想着家里的事，对不对？哦，那个忧受其实是不少的。但是如果听经闻法就是喜受，因为没有去讲到哦，就说比较不是在批评现象，哎，电视机打开来，哦，那个什么正那个很多的批评，那个批评，你看那越听越忧啊，只会越听越忧，哎，因为那个都比较去挖一些人性的弱点，而这个是不是都在，哈，哦，等于是让我们去增长我们的什么善心啊，哦，善因善缘啊，所以会有喜受，这也是必然的，哦，不是说啊谁很会讲，不是哦。是法本身就有这个特质，哦，只要跟意识能够相应处的话，自然有喜受了，哦，好，那么我们再看回来第337页哈，第三行，第二行这里了哈。一切种子为升起一切的什么根源嘛，对不对？因为有一切种，那么也才能够八识具足。那八识具足是不是要六根六境啊？一啊，这个六根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合而生出来的，才能够跟六境接触嘛，也才会起八识。那关键当然在第六意识，哦。那也因为第六意识呢，它会起什么虚妄分别，也因为虚妄分别，所以它就变成生死的根源了啊。所以一切种呢，它起了虚妄分别，那这些虚妄分别是不是又回熏回去，它又摄持一切种，那就看是要善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决定啊？哦，可以由自己来抉择，对不对？哦，所以他虽然一切种起虚妄分别，但是虚妄分别是不是又回熏回去一切种，所以他又摄持了一切种，所以虚妄分别跟一切种来讲的话是不一啊。哦，是因为一切种虚，哦，这个变现出这些现象
虚妄分别就是去取起了分别，然后就又把善恶的种子是不是又回熏回去了、哦、那它可以说是都是用种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起心动念虚妄分别是不是就在起善心恶心呢、哦、好，那我们无始劫来因为有恶习所熏习的虚妄分别，因为我们的虚妄分别第六意识是不是就放在那个第七意识的杂染上面了、啊哎、所以我们的那个所想的都会有限啊。当然我们说那眼光心胸度量越大的人，他是不是才能够想得宽广？如果我们的第七意识很杂染的话，就会想得非常的狭小哦，就会非常的狭小哦。所以这种虚妄分别呢，其实也就是所谓一切种的阿赖也是所现出的什么二取的因呢？所以二取反而变成是对虚妄分别来讲，它是一个结果啊、哦。虚妄分别反而是一种因啊、哦。那虚妄分别呢，就是依于哈、哦、依于能取所取的变现，起又继续起了种种。别意识有没有起了别意识？那这个别意识是什么呢？因为会有能取所取、哦、二取就叫做别意，乃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取当中是不是也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到意识乃至莫那识，我们是不是一一的去做分别啊？这些都叫做意识、哦、分别的意识啊，分别的意识嘛，哈，因为我们的本文就讲嘛，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如的关系，所以我们生来就会怎样，这不需要学习的，我们就起虚妄分别，对不对？第六意识是不是不断的在起虚妄分别？而这些虚妄分别就是从哪里来的？从一切种变现出来的。那一切种又会去起现行，看到了这些现象，所以我们虚妄分别又开始在能取所取当中又回熏回去，为现二取因嘛、哦、所以虚妄分别它也是二取的因，然后又起了这些个别个别的这些事、哦、好，那所以呢这个能取会有这些事，有能取的事，对不对？然后会有索取的什么境啊，会有索取的境。所以我们前面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有没有，这些都是能取啊，在能取中是不是有这些事啊，然后在索取当中呢就会我们会取到了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等啊，乃至山河大地，对不对？我们的正报依报，这一切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什么差别相，而这些一切唯识唯性有没有，都是从我们的识所变现出来的、哦、所以称为识，又叫做意识、哦、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嘛，第二段这里就讲一切种它是不是因长出了什么才会成长出虚妄分别的果报，对不对啊？然后虚妄分别本身又是因啊，然后呢能取所取就变成是虚妄分别的什么结果，它有能取跟什么所取啊，就如同我们这辈子的正报是人，是我们过去的因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的一个果报体，那人本身是不是又是造作善恶因缘的因呢？我们又开始造作我们未来的什么果报、哦、所以所谓的因跟果不是绝对的，说因就一定是因，果就一定是果，果之后是不是也会变因呢、哦、因为它会再度的循环嘛、哦、所以这个叫做故彼因即果啊，虽现而实无，有没有？这个就是在讲彼因即果，这样理解吗？啊，从因到果，啊，从一切种到什么分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是果之后，它是不是又变成因呢、啊？啊，它的结果就是
能取所取是他的果。哦，这个叫做彼因即果，虽现而实无，虽然也现出这些现象来，但是它却是实无。为什么叫实无呢？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妄的相啊。虚妄的相是不是就是不存在？是明明存在，但是是短暂的存在，之后是不是终归还是会消失啊？为什么？因为缘生出来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也会缘灭啊？啊，也会缘灭。所以我们说，因为无常，所以说虚妄嘛。那也因为虚妄，我们说它是不可得，也因为不可得，所以说实无啊。如果可得，是不是才是实有？啊，既然是不可得，到底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相？那个相我们是不是把握不住啊？不要讲说是外相啊，光是我们自己的相我们都把握不住。我们如果把握得住，是不是一定要让它永远青春美丽健康如昔？确实我们自己也把握不住啊，这样理解吗？所以明明有这个我相，但是这个我相是不是就在生老病死的过程啊？到底哪一个叫做我相？无有定法，对不对？所以叫做无我，因为我是性空的嘛，我是不可得的，哦，是我的不可得，我相的不可得。有没有我相？还是有我相哦，哦，那我相会缘灭，之后是不是会再度缘生啊？我们的再度缘生就是那个第七意识，它是全自动的。他不用经过我们第六意识来想清楚要跟不要，不是我们自己想我要不要再来。哦，有的人说哦，这个人生太苦了，我不要再来。哎，你要有本事不来。哦，那是本事啊！真的，如果说要用正法来讲的话，流转是很自然的，还灭反而困难了。要有能力去还灭的话，就有机会不来哦。那是本事啊，那是修行的功夫啊，不是我们自己想想就以为这么简单的事啊。当然诶，我们会想到不来，就是有厌离的心，也是一个动力了。但是那个就必须要去下功夫，而不是轻彩行行为就可以达到的，那是不可能。世间的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啊，更何况是生命的流转哦，那是更困难的。所以呢，我们说所谓的这些现象，说实在虽现而怎样实无，能不能接受？哎，所以我们才可能从什么有意到似意而到无意的现前，这也是为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哦。圣者会认为这一切呢是无意的显现呢，而我们越是有意呢，越是去追求那些现象，是因为我们觉得有意义啊，才一直追嘛。我们觉得去买一栋房子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拼了命，一辈子几十年，贷款也要给他的，那个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有意义啊。而我们现在要怎样？肆意就好了。是有点意义啦，但是它的意义不是那么绝对，让那个意呢的那个分量不要那么重。哦，真的说能不能买到房子，它贷款的程度也其实也是起起落落，是不是？终归还是因缘福报的问题。哦，而不是在追求那个结果。我们要买个房子是追求结果，而我们那个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是不是也很难去拥有哎，哦，所以呢，我们就会从有越是有意会我越往下，哦，所以要慢慢要怎样要肆意，之后呢，其实这里是无意啊，要真的到哦，原来是无意的，真的就是说去接触到了
那个圣者的境界其实就是无意的现前，反而是一种无意的现前。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只问耕耘，不要问收获吧。耕耘比较重要了，因缘是我们能够去下的功夫，果报自然，那是自然成熟了就合，不成熟的话就合不了。但是因为我们很努力在因缘上耕耘的话，那个果报的合的机会大，哦，果报合的机会就大了，哦，好，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嘛，哈，虽现而怎样，实无，能不能接受啊？哦，好，所以呢，依因而有果，果因果的差别，好，种种差别其实都是不可得，就算是因还是不可得，缘是不是也是不可得，果更是不可得。意思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实有自性，若从中观来讲的话，是否定实有自性。好，那当然有时候说一切有部，他又要建立那个实有自性，那当然，哦，我们尊重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尊重唯识学，因为他还是承续着，部派里面的说一切有部，当然他还要再加上经部的那种大众化之后，他才能够变成大圣的唯识系啊。哦，我们要学习唯识系来说的话，因为它有向上的方便。哦，讲唯识系哈，啊，比较好画图，比较容易去讲那个现象到底怎么回事。反正讲中观不好讲，因为它比较抽象。唯识系很像什么呢？球赛里面的播报员。哦，播报员，那尤其国际的那个球赛，哦，那个打起来竞争非常的激烈，还会挑起什么民族感情啊，种种，对不对？那个对峙起来可不得了。那个播报员是不是，哦，他要变成那个讲的话是不是要很快速的，然后他不断的在形容那些什么现象，哦，乃至要去挑起人家的什么情绪。所以我们说那个唯识像播报员，它非常的繁复，非常的复杂，而且多变化，是不是都在讲现象？中观般若像谁呀？像裁判员，只有一个裁判员，静静的看不见的，但是吹个哨子大家都得停，都得怎么样，是不是都还是听他的指挥啊？他是静的，他是理性的，他可不能随便被挑起什么什么情绪，那这样子裁判起来是不是就不公平了？哦，所以中观我们就讲他是讲大原则性，大原则性就是理性的，是依着理性，哦，依着那个游戏规则来比赛，出现了种种的现象，这样能理解吗？哎，所以裁判员他是不是必须，他不用多，哦，他的根本他也不用去发表他的看法或什么，他是不是就要静静的要仔细的看呢，啊？哦，要有个准则来做裁判，他必须要很冷静，这样懂吗？哦，那个播报员是不是就要很热情啊，才会热闹？要挑起，哦，挑起情绪，挑起对立，挑起什么，哇，那个都是他的本事。哦，然后播报起来可复杂了，哎，那个都要口齿非常的那个犀利才可能，对不对？哦，所以这两者说实在都是都是球赛的很重要的那个扮演的角色啊，是不是？哦，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哈，在第337页，哦，这种种其实都是不可得。如果中观是不是直接就用性空就行了，就是否定式的符号，但是唯识系哈，它比较会用不可得。好，那所以这个不，为什么说它不可得？因为这个不过只是虚妄分别所现而已啊。
而这虚妄分别就是是，因为是本身才能够虚，才能够分别嘛，啊，也才能够去做分别啊，唯是现而已嘛。所以这个虚妄分别就像乌云，而真如就像虚空。啊，所以彼现法性隐，什么彼末法性现的这个彼，指的就是虚妄分别，也就是这个乌云一般了。乌云如果多的时候，虚空是不是就觉得啊、这个阴阴沉沉的啊、所以这个法性就会隐了。但是如果虚妄分别消失了，就万里晴空啊，是不是法性显？因为法性是虚空，真如法性啊、是虚空哦。哦，所以这个乌云呢，它会聚集也会离散。那我们这个乌云，说实在，我们就讲这个乌云其实不是外在的，我们的乌云出现在哪里？第七意识，其实就出现在第七意识。我们第七意识越是杂染，我们是不是越没机会看到真理的现象啊？除非要先啊、在第一道欧生奇劫圆满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乌云，我们有能力去把它怎样浮下来，有机会拨云见日，看到了太阳。哎，之后是不是乌云还要变白云啊？就是它云层要把它变薄，要能够转染成净。啊，到第三大奥生奇劫，它这个在二大奥生奇劫都还要作意啊。到第三大奥生奇劫，是不是就无功？啊，无功用地啊，就是不需要再做，因为云破洞了嘛，不用哈、云破洞那个太阳光是不是自然就洒下来，根本不费力。我们在下面很费力很费力啊，到终于拨云见日，那个就是超凡入圣了。还没超凡入圣啊，再怎么拨都拨不开来，但是我们又要确信呢，上面有太阳，又得要确信确认那个忍位啊，啊，那个忍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忍位本身，它其实分了大小圣。大圣其实是善用忍位，不止暖顶忍的哈、是第一的忍，其实再上去是不是还有无生法忍呢、啊？啊，就是那种都是用忍位，而不是用正果的方式，好、啊。好，所以第338页啊，就讲到嘛，如果这些乌云消散掉了，那么就会显现出什么明净的虚空。这个虚空就如同法性一样，显现出清净啊。所以迷雾染净的转移，就是要这样子的来理解啊，啊，就是要如此的来理解。好、啊。好，那最后一句第338页哈，就若如是作意，菩萨即能入无分别正智啊，也等于是结啊，对前面所说的一个结说。菩萨发心要悟入无分别智，就是要证入法性而得到转依啊，就要有上面所说的如此的作意啊。那如何的作意呢？也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虚妄分别，因为有虚，因为有什么一切种才有虚妄分别，也因为有虚妄分别，是不是才有二取啊？而我们的这虚妄分别要得到改善的话呢，就是要无二取啊、要去这个要不落二取的两边呢、啊。那这是不是要透过法性，要透过因缘才能够不落二边呢？是不是才能够不落二边啊？如果是有二取，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二边了。啊，落入二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烦恼的开始，也是我们轮回生死？啊，只要是杂染，是不是就有就是要不断的轮回生死啊？好，所以呢，第338页哈。
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就因为不悟真如起了虚妄分别，才要、那么这些虚妄分别是从一切种子，从阿赖耶识里面的所有一切种子，也因为有这些一切种子才自然起了什么虚妄分别，而起了能取所取，因果辗转嘛，然后起了种种的意识，分别的意识，差别的意识，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讲八识，是不是也都是在讲这意识啊？他们各有各不同的什么作用力嘛，哈。好，那就会在这个生死流转中无法得到解脱。所以呢，我们就要唯有怎样去了解虚妄分别所现的，虽然现而怎样无实啊，也因为无实才能够离二取。离二取是不是才不会虚妄分别啊？我们因为虚妄分别有二取嘛，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二取其实是实无的了，回头我们的虚妄分别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啊？当然要能够分别，从初分别到细分别，是不是还是透过法性来分别啊？不过它是比较正向的来分别了，也就是要透过法性空慧来分别的作意。那当然唯识来讲的话呢，其实也一样，它是用不可取嘛，二取的不可得，对不对？是不是二取不可得啊？所以菩萨要入唯识法门的话，要读大圣经论，因为我们的依处是不是就依处在大圣的经典跟论典上头啊？理解唯心所现，唯识所唯心所造，唯识所现乃至于其唯识的决定圣解。决定圣解是不是就是要去理解超凡入圣的那个境界如何？要知道境之后，我们这个境是透过什么理才到达得了嘛？境行果有没有？要知道境之后，我们是不是才能够去实践？实践也才能够到达那个结果，也才到得了那个结果。所以那个是一种决定圣解。所以我们说圣解本身有决定性，决定性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真理法则其实有决定性，就像我们讲说要建筑的时候一定要有水平仪，要有垂直，对不对？要知道什么叫做垂直线，什么是水平线那是丝毫不可马虎的，对不对是一种决定圣解所以要有这种这样的唯识正理的文思，进一步就可以修观在文会思会是不是都要能够要去下功夫才可能结合在一起，然后多闻熏习，还要如理思维，是不是才能够法随法行啊？所谓的法随法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就不是用我们凡夫的眼光去看这一切，用凡夫的心去想这一些，而是要透过佛法，透过真理法则，透过因缘法来看待这一切，随时都要能够善用啊。那个就是一种修观等于是修慧啊，文慧思慧到什么修慧结合在一起的也才能够结合得很好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才是长长久久，而且不只是有生之年呢因为我们有生之年能够随时如此的话，那我们的下辈子是不是才有机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性来看待这一切好，那接下来从缘知为是，观是不得净由净无得故，亦不得为是那么也就是前面讲的是从生死到什么涅槃转一的正理啊所以我们说学佛其实也都是为了要去解决生死的问题嘛乃至于能够证入涅槃那么菩萨道当然他就不证入涅槃，
他是为众生而怎样啊，愿意继续在生死流当中。不过菩萨道的愿意在生死流里头，是不是清楚的生死啊？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凡夫是糊里糊涂的生死嘛，哈。好，所以呢，这里说从缘知为是，也就是从我们的所缘啊，所缘。啊，因为我们知道为是变现出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境，这些境呢是要有所缘的，啊。所以在因缘里头哈，也讲到有四缘，有没有？这四缘哈，这边比较用什么？所缘缘。所缘的缘，这里呢叫做什么？增上缘。为什么叫增上缘？善恶我来决定，它的力量最强。善业恶业是不是由这里来？哦，所以我们说善恶只是一念之差而已哦。那这里是什么？无间缘，等无间缘。第七意识从来没休息过，一直不断的在做工作。睡觉无梦，照样在工作，呼吸心跳，对不对？死掉是不是还是在工作，去找寻下辈子的父母，等无间缘。然后这里叫做因缘，这里储藏着很多的因，总共有四缘啊，啊，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到什么因缘，有四缘。好，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